那个无关人士又来了，又是来找你的吧？哪来的又？上次不是还被强吻来着吗？朱丹未来准科学家，你知道你的嘴长在哪儿吗？别烦我，去拿报告去。 高端科研实验室，以为挂靠高端的牌子就真的高端了。你是每天来实验室找茬吗？你怎么嘴还这么毒啊？看到你不自觉。那你告诉我，莫良的办公室在哪儿？我找他做点正事。叶等又来视察啊？ 不是啊，我来找安飞的。哈，叶董，我这边有话想找你单独聊聊。好啊，这边请。这什么？ 这是我们的勘探设备啊，不过都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来的数字模型，真正的会等到日本托运过来，到时候会是我们第一次下水开采，一定会确保万无一失的。你说啊，我天天来你们这儿，你们是不是很烦呢？叶董天天来做监工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哦，那你带我来这儿，不是为了只看这些东西吧？ 我知道叶董对这些东西应该是不感兴趣的。莫博士虚的。叶董，那我就直说好了，你们瀚海虽然是我们的赞助方，也只是赞助方而已。这么天天贸然出现在我们实验室，影响到我们员工的生活和工作，这样不太合适吧？够直白，我喜欢。我这人就是这样。 我只在意我们的工作结果。那这样，明天呢，我让人事部给我安排一个职位，办公室就放在安飞对面。叶董，我虽然对平时的八卦新闻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对你的为人和个人生活还是略知一二的。我觉得这个实验室肯定不适合你。嗯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你赞助的项目中间出什么纰漏吧？ 那下水实验和工程运输也不需要我吗？据我所知，是非常的需要吧。况且这个实验的内容，我也有知晓权，对吧？是有权，但是没有必要。你小心点儿，自己的技术不要被别人利用了。还有啊，安飞呢，你可以不用照顾，我来就好。 菲菲，找叶海呢？哦，来坐。叶海是来找你的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他可能就是没什么可玩的，就来找新鲜感吧。那可不好说，说不定他是认真的呢。马上设备就要过来了，到时候我们会有的忙了。啊，多久到？如果对接及时的话，2周差不多。嗯，所以是在路上了。其实对接这边出了点小问题，我那边的实习生英文不太好，我这边又撤不开身，所以耽误些时间。那我会英语啊，我可以帮他。是吗，菲菲？我正愁找不到人呢。那要不这样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交给我。
叶董。叶董又来视察食堂？没有啊，路过。刘博士，要不你把那个对接人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等会儿吃完就去联系。好啊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俩慢慢吃。但你没吃鸡哦 ，OK。你有人工卡吗？要吗？我不吃饭，我觉得过来看一下。你不吃饭，你看什么看呀？因为我发现有一个人贼眉鼠眼的盯着你，我就跟过来了。谁呀？谢谢啊，请你吃肉。你俩不会有点什么？我吃饭呢，别挡我胃口。吃。走开呀。吃。